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子，欢迎观看视频。今天我来到了永和这里来吃广州炒面，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。广东正隆城创业至今已经有45年历史，菜单上有华丽的宴客菜，也有庶民日常的便当餐。这里生意非常好，每天都排着等吃饭的长长队伍，大宴小酌，悉听尊便。正隆城坐落在德和路口，附近没有捷运，从捷运西门站坐往永和的公车，五六站就到，班次很多，非常方便。我今天点的是我爱吃的广州炒面。广州炒面跟其他的炒面截然不同，把广式面炸得酥透，浇上裹了芡汁的浇头，吃的时候将芡汁和面条拌匀，酥脆的面条吸饱酱汁，慢慢回软，产生出一种奇妙的口感，非常好吃。这里的每日例汤是免费供应，汤里面有大量的鸡脚、鸭头、边角料，加上萝卜、玉米、蔬菜，炖出来的汤头
浓郁有滋味，用餐的客人无不大快朵颐。吃完了晚餐，散步走到志光黄昏市场买些水果回家吃。志光市场离镇龙城非常近，晚间营业到8点，这里也是一个兴旺的美食之地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